就是因为创业以来，就是一直都是做那个 vegan 饮食相关的。那我们之前就是观察到说，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吃双麒麟，可是比较难寻觅到就是纯素的 vegan 的双麒麟。对，那我们后来就去研究，然后去试做，就发现说传统的非牛奶的双麒麟大概都会用豆奶去制作嘛。那可是其实在豆奶之外流行各种豆奶以外的植物奶，对，那我们就尝试用这些植物奶去做双麒麟，然后发现就是可以做出我们很满意然后很喜欢的风味。用璞悦生机植物奶是当时双麒麟冰淇淋它其实不太能够做到完全的无添加，可是就是在可选择的原料上面的话，我们就会去想要找那种就是尽量是无添加的原料来使用。对，那刚好璞悦的那时候就是椰米奶，就是很符合我们的需求，那它又是无添加，然后它的成分本身又是无麸质，也符合我们想要做双麒麟本身是无麸质的这件事情。像我就是已经就是转 vegan 大概有5-6年了嘛，那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那个刚好是一个交接期的那个时期，那时候其实你要喝咖啡或者是喝奶茶，就是你几乎是没有豆奶以外的选择。可是刚好就在那几年，就是这些植物奶就陆续的蓬勃发展，然后很多人就是进口进来台湾，然后带起台湾的这个植物奶风潮。所以我觉得我还算蛮幸运的，就是在这个交接期，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就是 vegan， 然后尝试到越来越多就是美食的变化，然后食材上面的运用越来越多元，所以并不会觉得说作为 vegan 饮食是很无趣或者是很委屈的。就是当初在跟设计师讨论说，包括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应该要长什么样子，他们其实就是有提出说，是不是要做成比较像是传统的那种日式风格？那我是一开始就不想，我想要把它做得比较现代，然后比较 playful， 比较有趣一点这样子。然后也是刚好跟 vegan 的这一个潮流就是有能够呼应，这样那个风格比较对应，比较搭。餐点的话，因为想说大家可能会特别来这边想要吃一只燕麦奶的双麒麟，但是是不是能够在就是其他的餐点上面能够更去做到能够满足客人的胃这样，所以我们就也有做鲜食。那鲜食的话是我们有做纯素的冲绳饭团，然后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难去吃到的。对，那我们在食材的选用上面也都是绝对都是用无动物成分，然后尽量是无添加的食材去制作。大家好，我是自然思维的 Daniel。 我会进入有机这个领域，其实受到我父母的影响非常的深，主要是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位药师，那我母亲呢则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呢罹患癌症，那时候因为药物已经没有办法治愈我母亲，父亲只能够用自然疗法的方式来减轻他生活上面的痛苦，这也是我们进入有机领域的原因之一。有机食品的栽种它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以及农药，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化学添加物，这对我们身体造成很多的负担。自然有机呢，它不只是一种种植的方式，它其实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你的身体健康呢，你自然而然生活就会变得很快乐很安心。我们的商品其实可以分成好几大类，而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我们的有机果干系列，它跟市售的果干具比起来的话，它的糖分减少了将近20%，很适合小朋友一起来食用，所以我会推荐我们果干可以带去学校。那当然在家里食用的时候呢，它也很适合加入优格搭配早餐脆片，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我们所经营的油品系列大多是以冷压初榨的油品为主，那我们的商品呢有冷压初榨的硬加果油、亚麻仁籽油还有橄榄油。那尤其像我们的冷压初榨的硬加果油，它是正德克斯架上唯一销售的硬加果油，也是市面上唯一不需经过调和就本身含有 Omega 369的油品，是我们非常推荐的油品之一。
我们的冲泡系列呢，其实是以我们从加拿大所进口的 Organic Tradition 系列商品为主。那这系列呢，其实就包含了有机的姜黄粉、可可粉、椰棕糖等商品。它们主要标榜的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所以在冲泡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不好搅拌的。但是一般的市售商品是因为有添加物的关系，所以才比较好搅拌。我们这一系列商品呢，其实也很适合跟植物奶一起搭配，尤其是像是无糖的植物奶，我们可以可可粉或是椰棕糖一起来搭配，喝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不错。我们从美国所引进的 Yum Earth 有机糖果系列，它其实是市面上唯一的有机糖果，它标榜的主要是不含八大的过敏源，商品也是无麸质，没有任何的添加物，而且是全植物性的，所以不管是吃素的或是吃荤的都很适合，当然更适合小朋友一起来使用。我们的商品其实有受到各大通路的青睐，像是有机通路就包含了李仁、无毒的家、圣德克斯、棉花田等等。那像是网络通路呢，只有包含 PC Home、Momo、博客来、虾皮。那在精品超市的部分呢，则有包含 Mia Sabon、City Super、星光三月。经营有机的困难度其实还蛮高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要对口的窗口其实还蛮多的，像是卫福部、农委会还有海关，再加上呢，我们有很严格的法令在监督我们，这个法令叫做有机促进法，所以一定要有很坚强的意志还有理念，才能在有机的这块领域坚持下去。